就觉得还蛮开心可以来这边。这是我们第一次野餐，然后自备零食，然后还带了帐篷、野餐垫，可是没想到这边什么都有了。出来户外走一走，运动一下，这样也很好啊，就邀请朋友一起来啊。蛮适合就是亲子活动的，就是在户外，然后让小朋友去体验各种运动、户外活动这样。我们今天跟他的妈妈，我是他的闺蜜，对，所以我们两个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野餐的行程就感觉蛮有趣的，所以想要参与看看。他是会员，会员，对，会员大大带我们一起来玩这样，觉得好像还蛮有趣，而且很丰富，然后就邀请朋友一起过来玩。我们今天呢是首次，我们三得利建议带着会员朋友们来到户外，和我们一起享受大地，享受人生，越活越健康，也越活越快乐。各位早安，早，我是三得利的何元林。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喜欢三得利的产品，也因此今天有机会跟在三峡这么棒的地方，就在一起。能够和大家见面，一直就办户外活动，天气也不错，我非常高兴，谢谢。这个中文掌声一定要响亮的。啤酒啦，胶原蛋白我都有尝试，很棒，非常好，我喜欢它的产品，有品质保证的，三得利赞。对你们的产品我的印象也很好啊，就是觉得比较有信誉，所以如果说有亲朋好友在问，也会推荐他们这个产品可以考虑这样子。男生的 All in One 的那个保养品，觉得就是蛮方便的，因为它就只要一瓶可以达到化妆水、乳液，然后精华液这些的。我们现在做的是手工肥皂 DIY， 很容易可以上手。做肥皂，因为它可以自己调喜欢的颜色，就是你可以去调你喜欢的颜色跟味道。我参加的是捐印活动，很有趣。那个捐印活动也蛮有趣的，可以印制纪念品带回家，这样子蛮热门的，图案蛮可爱的，大人跟小朋友就是想要排队来印这个东西。袋子还蛮可爱的，蛮适合小朋友可以收东西。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三场的啤酒瑜伽，大家都非常的努力，然后非常的有精神，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个活动，跟大家一起分享瑜伽。今天有几位就是年纪比较长的姐姐，她们虽然感觉起来很累，然后气喘吁吁，但是她们都很努力、很坚持的去把动作完成，我觉得精神可嘉。我觉得有时候不管你是你的年纪、你的性别，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勇于尝试去试试看你可能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乐趣也不一定。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一次的活动呢，可以得到身心平衡，然后让身体更加健康、更有活力。我觉得很放松，然后很有趣，因为平常是练室内，然后这个是户外。户外的话可以闻到就是这种草地什么的空气，感受是不一样。在户外做瑜伽，就是整体的感觉不一样，就是有亲近大自然、很放松的感觉。
今天整场的这个活动啊，我们有点担心说运动过程当中会不会让长辈受伤，但是主办方在这个部分他其实做得很细致哈。那我们的 Judge 教练课程当中，他会先从热身、伸展，啊，让大家体验我们今天的主题。负重水袋配合着这样三得利的一个活动，让所有的会员呢能够除了在食品的健康选择以外，多了运动的选择，他也知道说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好的运动习惯，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用水袋很大的功效就在于，因为虽然它不稳定，可是因为它在操作过程中会因为水的流动，它会自然提醒自己要赶快停住，在过程中他们也会自然学到该怎么帮助自己去做稳定。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中，其实我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在动作上从一开始可能会觉得陌生然后惧怕，可是到后面慢慢就会觉得，哎，原来这个水袋的活动对他的身体的感觉是好的。但我觉得这样下来感觉大家都有做到我们想象呈现的。 对，因为平常我有运动，那体验水袋的时候，利用水袋在辅助的时候，发现其实很快整身就开始热，还蛮有感觉的，非常有趣，有运动到。就是很简单的水袋，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它却可以就是达到运动，然后核心的一些训练这样子。这一场活动跟其他活动最有别于其他活动的地方，就在于说他们其实非常用心，他们很常是从会员的角度出发。比如说我们来到野外的话，会想要有一些亲子的互动啊，所以看到有些泡泡啊，那可能也会希望是身心灵的健康，像是捐印帆布袋这类的，让大家可以带着走，往后也记得三得利有帮大家一起带到户外来交流。三得利建议这次的活动的话，基本上把它的主旨都融在各个活动里面，让大家都画成一个圈圈，能够一起来享受大自然跟体验健康的生活。我们过去大部分交流活动都是在室内举办，久了的话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变化，希望借由这个交流活动做一个号召，然后邀我们的会员朋友出去外面踏青享受大自然。我们的准备可能也蛮充足的，就是把这个场地填刚刚好的满，因为像现在看到客人在这边都玩得蛮高兴的，觉得还好有做这个活动这样。还不错啊，可以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你们很棒，把活动办得很好，安排得还不错，规划还蛮完整的，很多样化，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BBQ 很好吃，活动办得很有趣，不枉费我从高雄上来，下次一定要排除万难来参加，觉得很精心安排，结合一些运动啊或体适能，这种就是跟产品上的健康的宣导就好像有配搭在一起的，然后活动上面也很精致，这样还蛮用心的，有帐篷，场地弄得也还不错，比我想象的质感好很多。来这边就好像来到另外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全身心就是有放松到。对于会员们给的回馈蛮正面这件事，我觉得很开心。本来是蛮担心的，那既然来到现场看到大家玩得那么开心，然后也很踊跃的报名各项我们准备的活动，对于这次没有抽到参加机会的朋友们，不要灰心，我们未来还会举办更多的活动，下次再继续努力，我们有机会见面的。春日合家野餐去，耶、yeah!一半都在放弃，我有认真做，是你在那里耍废。对，他是我们家的宝贝，韩吉，就地瓜的台语韩吉。